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白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实况我们的噩梦与美梦呀。新的代替词出来了。我们呢，今天就来看看，因为我今天想要介绍一些。哦，我今天才想要讲而已，它就出来了。不错。等等哦，有没有看这个？好黑，可恶，怎么办？它下面有没有看到蛇颈龙？有没有看到蛇颈龙？这里我本来想要介绍而已，然后我想说今天应该花一点时间来找它，结果它没想到就自己出来了。在下面这里有没有？可是我要怎么办？我没有夜视效果，我没有办法让自己有夜视效果啊！你看，好黑哦，这样给大家看什么？就是有没有？OK， 算了，水中吧，应该是水生生物。有了蛇颈龙，看到了，这种生物可以被驯服，可以使用水生生物的款待。然后可以召唤巨大而雄伟的水生物，有着巨大的胃口和强而有力的鳍，能够制造巨大的漩涡来吸引猎物，非常危险。好厉害哦！我想养它哎，人哎，哦，在那里，我怕它跑掉。这边好像有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你们有看到吗？这里哦，尖斗鱼，认识一下。哦，应该是海洋的生物，应该是。都长得就是种类应该没有到很多啦，我就想说应该就只有这几只这样。好像我们真的是很少来探索那个什么深海，我很怕这只蛇颈龙给我跑掉，因为这是我刚刚遇到了一只，我不想要让它离开。为什么我也会有那个这个叫什么斯特赖德在深海底下，它不是通常会浮出来吗？还是要看它的心情啊。好，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只，这只真的很难找。我想说我开场，然后我就放在，就是角色先挂在这边嘛，就是我站在这边，然后过一下子，然后我去上个厕所，后来就看到居然旁边就直接出现蛇颈龙，太好了。那先来那个记录一下啊，随便记录一下，因为这边只是要做坐标，因为我们还没有去准备我们的水中生物的款待。不错哦，水中生物的款待可以用烤鱼这烤过的任何东西。烤鱼好像比较快，可是我哪有那么多吃烤鱼啊，这不就叫钓鱼吗？我的蛇颈龙 ，Hello， 蛇颈龙，不会吧？我怎么查一个资料它就不见了？太快了吧！蛇颈龙嘞 ？OK， 我们来轻松的钓几只鱼吧，然后我就在这附近钓就可以了。反正大海那么大，而且我们放在这边其实也是可以，也可以稍微等一下看蛇颈龙会不会再出来啊？哇，好大只的蛇颈龙，不要输了！来，我第。站好！你知道神都怎么钓鱼的吗？神都这样钓鱼的。对，完全不需要靠岸，什么靠岸什么的都太 low 了。要站，怎么好像附近一堆海洋生物啊？对，你们看我那个海的附近超多鱼啊、虾子啊，还有鱼啊，对啊，蛮多的，好厉害啊！这生态系真丰富。来了，这是神马。深鲑鱼应该不能做吧？不行。依照我 IQ 3000的判断来讲，应该是呀 ，Let's right， 没有错，直接变成16只了。好，那么我们就把16只要搭配什么？骨头对不对？对，骨头。可是就是怎么说呢？虽然是玩的花样比较多啦，但就是并不是。有一些大型魔法啦，对，就是没有玩到一些大型魔法，就是比较少，但总比我们之前玩那个黑洞术其实还要丰富很多啦。只不过黑洞术真的很好用，但是这一季也有人在下面留言说，小白你要不要去，可不可以用黑洞术？我说这一季可能没办法，因为这一季没有找到黑洞术，对，每一季都不一样啊，所以对啊，就看运气呗，没有错。好，走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能不能再找？我发现天已经快暗了，我有没有夜视术啊？夜视，我记得好像在上一季我们玩那个魔法枪械的时候，是不是就有那个什么夜视术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但这一次就没有，就是没办法，魔法嘛。果然出现啦，还给我出现在这么浅的地方，你是不是很想我啊？你看，是你最爱的废墟哦。要不要吃？啊，要不要吃？我记得我要喂它的哪里啊？喂它的这里，这里吗？这里，这里，有了。谢谢你，
好，再来呢，灵魂绑定有用吗？绑定，绑定，你不要再撇头了啦！你是 OK 好，然后我要给你做 man。刚是你的叫声吗？你的叫声好难听哦！天哪，你看那个在我前面的巨大的头，哇哦！哎，这个范围也太大了吧！这个简直是……等一下，而且它好像……哎，它有……等一下，我在看哪里？哦，好大！你看我的龙超巨耶！哇，真的是……我真的是仿佛你们是在觉得我在开车，但是你们没有证据对吧？没有，我在骑蛇颈龙好吗 ？V 哦，有哎，在边边有在旋转，那我可以潜水吗？可以潜水，而且我眼睛看得到哎。我看得到，哦，他会给我一个水下呼吸，所以我会一直，我可以长时间的待在水里，哦，还不错哎，哇，真的是蛇颈龙，真的是太大了，哎，还不错，我可以在水里看得到东西，然后我一样可以在水里面呼吸，这个能力不错哎，真的是海洋的霸者哎，来，我看一下我旋转的时候会有谁会来理我，没有人啊，没有人啊，这个技能就是在旁边有那个圈圈而已，好像没什么厉害的，对不对？哎呦。他是被我的风给卷上去还是怎样？哦，他们会被我捞起来哎！再看一次哦，喂，我按住之后，他们是飘更远。哇，我真是漩涡！哇，天，好像是一只鲨鱼哎！看一下。Hello， 你是一只蛇颈？不是蛇颈，你不要。我想一下，我怎么下来 ？OK， 我下来了。他在哪里？那只长得像鲨鱼的怪物在哪里？在这里。Hello， 龙卷，哎呦，我眼睛看不到了。龙卷鲨，认识一下。好，龙卷鲨。等等，我先看一下龙卷鲨，它可以养吗？我想要把海里面比较看起来比较厉害的都把它养起来。生物图鉴，龙卷鲨可以，水中的生物款待，统治海洋的凶猛，我们可以驯服它。然后，哦，好 ，OK， 我还有那个吗？有，我还有九个，应该可以了。它在哪里？他不是刚刚才在这附近而已，好黑啊，我看不到，请赐予我夜视力。Win， 等一下，你的身体在哪里？我要怎么做 ？OK， 有了，好，这样就有夜视力了嘛。然后我们就看一下那只鲨鱼在哪里。啊，哎，那鲨鱼都不会动哎，它是不是死啊？我是有点这样怀疑啦。OK， 下来 ，Hello， 你要不要吃我的鱼呀？好吃哦。有了。那可是我没有马鞍跟灵魂石，来了 ，Yeah，OK，、okay, 然后让你穿这个，哎、欸，有，我坐上来了，龙卷鲨啊，龙卷鲨可以干嘛？哎、欸，龙卷鲨的移动速度好像比较快、欸，哎，是我错觉吗？然后啊，对，蛇颈龙后面也会跟着，但是它好像其实蛇前其实他们两个也是都游蛮快的，我来看一下蛇卷龙的技能，哎呦，我想说奇怪，为什么水里面会有人？我们来试试看技能，哎、欸，也是一样、欸，哎。也是一样会有那个漩涡哎，但是好像不怎么厉害。我可以在海岸上跳哎，跳一跳，他应该不会跳死吧？哦，我一看我游回来，你看这里面有一个遗迹，这里面的遗迹就是之前的看过的那个遗迹啊，里面应该是没什么法宝，我是这样想啊。这个龙卷鲨比较好用哎，龙卷鲨比较好用就是因为它比较小只，如果是蛇颈龙的话，应该这种频率就直接搁浅了，因为它真的太大只了。这个好用。来看一下会不会在水里面遇到？我们去找那个海底遗迹好了。我们也好久，你等一下，我是看到什么怪怪的东西？就他妈的，你是哦猫头鹰了。我想说你是什么犬类嘞？各位，我找到龙卷鲨不是跟龙卷鲨披萨，我找到遗迹了啊！我们来进去里面挑战一下，能不能用龙卷鲨来打过这个？呀，哎，我的魔力在这里不管用吗？欸、真的哎、欸，那别的嘞？我还有什么？哎、欸，心灵控制行不行？变成我的人吧？有没有感觉啊？哦呦呦呦呦呦呦！按错了！过来！ OK， 我们不要理他！哦，我来召唤一大堆的尖斗鱼，来看看作战会不会变得比较有厉害一点。我们要成为水上霸主，所以必须要像海神王一样，有没有？会有那个海神叉啊？不对，拿错了，不是你，要有那个海神叉，然后召唤一大堆的军队，这样，这个应该是可以一次召唤好几批了，然后来咬这些怪物。我来看一下在水里大战的感觉，
一二三，各位尖斗鱼们，看到敌人就打啊！不要，这只蛇颈龙怎么看起来比较肥啊？是我的错觉吗？应该是我的错觉吧。好，应该是我的错觉。戳他！哦呦哦呦哦呦！尖斗鱼好像比较不会去主动攻击他们，一定又是我的帽子的关系。来，我脱掉，这样子应该就会了吧？他们好像要出发了，我看一下。哦呦哦呦，有有有有有，他们在咬他的感觉。有了有了有，他把咬住了。可是。嗷嗷嗷嗷嗷嗷！可是他还是会想揍我，他还是会讲，因为他是远距离的、啊、那个深海守卫哦，他把他咬掉了。我发现我就算在水里，我也不用担心会溺水。Hello, boss, nice to meet you。你有没有看过我伟大的鱼啊？还有龙哦，我要跟你叙述这个感觉，你根本就没在听。我这么掏心掏肺的跟你聊天 ，Hello， 爸爸，我可以加入你们的教会吗？不行就不行，在那边莫名其妙。OK， 这里应该就是最后一只远古深海守卫。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啊？去，讨厌！耶、yeah, ，今天非常顺利的解决了我们的深海守卫宫殿，然后呢，我们也顺便养到了两只。哦，蛇颈龙跟我们的龙卷沙算是海里面，我觉得这个模组里面，虽然做的模型并不是很精致啦，不过算是还蛮海洋中的霸主，还是说海洋中最不错的海洋生物？对，而且还重点是它还是温驯的。对哦，终于陆地、天空还有海洋都被我们统治了，太厉害了，真的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召唤一堆海洋大军啊、陆地大军、天空大军呢、欸，真的是。猛欸，真的是好了，那么就这样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回再见，拜。